那我这个真还不能粘东西，最近。今天下雨。这个颜色深。这个颜色浅。那个在后边呢。这是都埋这里了。这个是行李架，走吧，看我这车整的。今天刷的挺干净的，造又埋下来。这放完假回来，这家伙造的，瞅着。白刷了，白刷了。我这牌照上上了，看吗？这个牌儿，5Y220，这是区域牌照。区域牌照是两边是数字，中间是字母。人家正经那个牌儿，人都是有，中间没有字母。看我这里头咋样吗？啊，看整的。嗯，从哪里整上我也没做，你这玩意儿。这不头一回开出来吗？嗯，行。膜贴上了，这回前边和中间都贴了，后边啥的都贴了。咱俩先去买菜，溜达一圈，完了之后吃个早点去啊。嗯，行。开始走，出发。这车都没出去哈，都放假了，他都不出来。走了。这回开照以前好像强多了。哎呀，这练也不是白练的，练香油了都。等你大哥这回来呢，让你大哥给帮你练。一箱油都练出来了，他们现在已经出发了。嗯，晚上10点多就到了，咱们就买点大骨头就行，人家都自带的菜。嗯，带的海鲜，打电话告诉我的。这回这摄像啥的都有，咱们可得牌也有了，得那啥点了。细细瞅着，尽量别违章，违章一下罚200呀嘛，200块钱买点啥吃的不？好，停的。嗯，还行，还行哈，挺正。走吧吗？走吧。买大骨头的，这是我经常买菜的一个菜市场，新开的。啊，河南东路。我看那棒骨，那棒骨咋样？大纯棒骨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这么纯棒骨吗？嗯，对。对吧？啊，南大吧。嗯。三块散的，一块整的。嗯。92块钱的。几十？对，92。92啊？嗯、行。我扫微信吗？别的不买吗？不，我再上菜市场买的。啊。行。上大连，我大哥买海鲜招待。上这儿咱们买肉招待，是吧？他们回来都啥钱了？你出点大鼓老早出门不省事儿了。走，这咋这么短呢？拽嘛，拽拽。
里有，我快点拽。还有啊？有，有的是。啊，这里还有，我寻没有了呢。哎呦我的妈！有心就这么短呢。哎呀，哎呦我天，就这胳膊不得这么的吗？这么的。怎么一上车将军那就蒙圈？我寻那里头没了呢，还能拽出来？卖衣服那个地方啊，嗯，左拐吗？左拐，右拐，右拐，你看，右拐，他高峰差了。啊，这是咱们摆摊儿在这儿的。啊，咱们那年不搁这摆摊儿了？就这家。嗯。人不少啊，两碗羊汤，大的，小的羊杂汤，两角饼，卷牛肉的，谢谢，两个卷牛肉的。嗯，多少钱？还要别的吗？您不要别的了，要别38。坐这儿。小葱。哎，那里还有辣椒油呢，要不吗？你尝尝，嗨哈喽，我是胖妞，今天喝碗羊汤，一会儿去洗洗车，完了之后把那小车收拾收拾。羊汤，好喝吗？好喝，好喝，开饭，今天喝羊汤，尝尝，嗯，哎，来一勺子。韭菜花、腐乳、辣椒面、孜然粉，不要了啊！吃个丰盛的早点，中午就不吃了，等我大哥他们回来一起吃。买四根大骨。这肉挺烂乎。是不是？嗯，行。我大哥是开车，早上9点多出来的。嗯。跟我爸他俩，西红柿没放假，不是没放假，过两天上学了。嗯，晚上好像10点多钟能到。还得道上还得休息休息。它可以加汤吗？你要愿意喝汤，要不然还能快熬汤，是吧？一会儿回家咱俩先给它呼上哈。嗯，是先给它呼上。你等他们来还得，他们拿那海鲜你还得做呢，嗯，都赶一堆了。哎呀，嗯，有你点儿吗？来点吧，热的。嗯，给你喝这个，我喝那个。喝这个得了，喝，你吃这个吧。
我搁家早上吃那个什么饼来着，我喝点汤。妈，吃不了了。等晚上吃大骨头。羊肝、羊肚、羊肺都有，是吧？这是啥？羊肠，阿妈。这么点儿。不知道，我也不认。对羊的。没吃过羊肠子。没有。吃一顿能顶到晚上了，晚上吃得十点呢。这两天累坏了，这靴子的，脸都晒黑了。我特意新买的防晒，防晒的也不敢拿。也黑，那你呢？你没擦呢？都黑了。哎，加油送的，点你。